4月1号，邓紫棋个人巡演，首场在广州登场。出场穿着红色皮裙，性感登场的铁肺小金鱼，在台上劲歌热舞，好不热闹。然而就在她准备唱《汪峰存在》之前，我们一向以乐观示人的紫棋却突然哭了。她说：“这几年里面，我真的慢慢开始发现，原来伟大的并不是你做了什么，伟大的是你在做这些事情当中的时候，你带着的爱。”安可结尾时也二度泪崩，情绪失控。邓紫棋还在演唱会上说：“我是 Jen， 我爱你。原来我存在的意义是 to get everybody moving tonight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勇敢的爱。”台下的歌迷不断的喊着：“邓紫棋，我爱你。”她表示广州是自己在内地第一个有粉丝的地方，多谢你们陪我走过风风雨雨，全场为之动容。自从参加《我是歌手》爆红后，邓紫棋受到的负面评价就层出不穷。也许邓紫棋是因为压力太大，又看到这么多真爱粉给她鼓励，一时间情绪无法自控吧。网国捞新闻，女生的眼泪很珍贵，小金鱼请好好照顾自己。报道。